这个是做卡丁车的配件，我刚从街上拿回来，拆开看一下啊，看我买了什么。轮子啊，小轮子。这个后轴买的是85公分的，够小巧。这个是转向拉杆，这个是两个轴承座。轴它几级摔了，它都不哭嘞。全部的配件都在这里了。这些配件花了我600块钱。现在家里面没有那种厚一点的方管啊，等一下吃过饭去街上买一根方管回来，就可以开工了，就可以开始做车子了。我先把我的脚浇上水，然后马上就炒菜就可以吃饭了。看到没，那个它又长大起来，比昨天又大些嘞，过两天都可以吃嘞。好，炒菜吃饭。先炒个鸡蛋，再炒个炸海椒，炒羊肉片。先把那鸡蛋炒出来。把那炸海椒、姜蒜、洋葱。你看起我那个花花绿绿的，都好看，都好吃哦。啊，把鸡蛋放出来。韩姐都有十余那个菜，萝卜来一碗。爷，你给我拿起筷子了哈。你吃饭不要发出声音嘛。哪个吃饭没声音？我以为你吃饭没声音了。还是别有人在说你吃饭发出声音了。你看嘛，你也搞那些，把把子都拆起，下脚都没地方。明早看你把子还没下脚的地方。你怎么现在把子不是说他们打球都没地方。你那天搞起嘛，有头绪没得嘛，你没东西买回来，结果后头给我来个我坐不起，那才笑你哈。你第一个菜子都煮起来坐不起。今天我们又来恰饭了，还是骨汁有评价的，我们已经合作过好多次了。今天主要有这四款产品啊，这款是坚果黑芝麻丸，然后这款是黑芝麻核桃黑豆粉，这款是芋泥椰汁代餐奶昔，还有这款羽衣甘蓝果蔬纤维粉。这个黑芝麻丸啊，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包装，方便又不占手。你看这里面全是黑色的谷物，可以养发，适合熬夜党还有加班族。啊，里面还包裹了一颗花生。这个口感很丰富啊，油润香甜，很好吃。这款是芋泥椰汁代餐奶昔，我们之前都有介绍过，适合想减肥瘦身的人拿来做代餐，然后也可以用来代替奶茶。这里面添加了黄桃粒，奶昔里面添加的有赤藓糖醇，零卡无热量。吃的时候还可以搭配他们家的那个麦片一起吃。这杯是黑芝麻核桃黑豆粉冲的，里面添加了木糖醇啊，味道很像芝麻糊，特别香。黑色谷物有助于养发补肾，对头发有一定的帮助啊。
平时感觉劳累可以来一杯，适合熬夜党还有加班族来一杯补充营养。这款是羽衣甘蓝果蔬纤维粉，适合平时不爱吃蔬菜啊，便秘的人就特别需要它。它可以补充 VC、矿物质、钙、铁等微量元素啊，润肠通便，改善肠道健康。这里面添加了苹果和水蜜桃果汁粉，冲调口感比原粉更好喝，鲜榨及青苹果汁的口感，好喝又不涩口。这款是他们家送给我的元气豆乳，特别好喝。我自从和他们合作以来，我一直都在喝，然后胖胖妍妍也特别喜欢。看吧，这里面是独立的包装，也是用那个温水冲泡，很好喝。